你们俩怎么给我绕着进去了？没绕你呀、啊，我怎么成偷车的了？没有，发自内心嘛。行啊，大爷，差不多了，挺好的。什么差不多了？不是，就是前面的表现非常好，社会调查呀。不是材料挺好，你也没调查，你猜几个谜语，这调查还没完事儿呢。嗯、啊，接着唠就有了。接着聊、啊，行吧？啊，录着。大爷，把年轻时候聊啊。啊，这干多少年了？那我干40多年了。我在自行车厂工作呀，干40多年了啊。那像现在这车啊、你拆装一辆多长时间？十来分钟。对，好，就这种车你要是推出去卖能值多少钱？我卖一辆400。我什么时候出去卖这车了啊？这车不能卖。是比喻吗？你说价值400块钱一辆。那你院里有几辆啊？我院里连后院算上有8辆。值多少钱呀？那3-4千块钱。够盼的啊，够盼的。行行，我怎么去什么？他说够什么的？不是，我说啊，该吃饭了。啊，那是该吃饭。该吃饭，一会儿中午吃窝头。他挺了解我，我喜欢那个粗粮，是吧？我爱吃粗粮。那踏踏实实能吃几年了啊？窝头啊，放心吧。不是你这怎么老话里有话呢？你要这么着，你们别调查，你们走吧。我调查查，对不起大爷 啊，得罪了，好吗？是是，啊、多担待吧。我担待什么？大哥啊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呦，对，把这个钱呀，先给你啊。哎，这是你要的零件，我给你买来了。行，哎，你还别说，就上回那车呀，还是真好骑。呵。我就爱听这车好骑的事儿。没有，我说是不是吧？这都是新的是吧？有嚣张，他没零件，你不是？行，大爷啊，这是你妈吧？孩子什么眼神啊？这是，这是我们老伙伴哦，同伙，不是？怎么你一说话就怎么改同伙？伙伴，同伙伴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。行，阿姨呀，啊，刚才是不是给我大爷钱了？给了。钱干啥使的呀？那能告你俩吗？你看，录没录？录没录？没录啊，没录，你还录？他也录。说实话呀，干啥不告诉我？阿姨啊，是不是给我大爷钱了？没给呀。阿姨，你怎么那么调皮呢？啊，就说问你一遍啊。是不是给我大爷钱了？给了。钱干啥使？不告诉你。是不是跟小车有关？对，车是偷的吧？是。是。对对对，好。怎么这偷车怎么？没事，大爷啊，证据掌握的很确实啊，有机会跟警察说，报案去了。再见啊。这怎么还有报案的事儿？我干了哟。这院里人够多的。警察来了。对不起，刘大哥，警察来了。警察来了。警察来了。警察来太好了，夜半三更盼天明，十冬腊月盼春风，警察在我的意念之下来了。好，来的太辛苦了。这个老头呢，在院里啊是制售贩卖销赃一条龙的一个窝点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，接下来你要干啥过去啪给老头摁那儿，明白没有？打赏上背靠，完了给老太太一块带去，明白没有？这是一个老年人呐，打那这个做掩护，不能这样，明白？上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就为他来的。抓，没问题，上抓。爸，让人误会了吧？哎，兄弟，你警察叫他啥？爸，涉及的案情比较重大啊，你拖住了，我上趟省公安厅。你站住！咋的了？不是我站住怎么了？啊？我站住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站哪儿，我脚底下也是正义。就说。他是你爸，偷车合法呀，对吗？谁偷车？谁偷车？谁偷车？你拿出证据来！你，我有证据呀，他偷的呀，车都在院里呢。他那是修车，修啥车？修啥搁院里呀？啊？他把大街上坏的共享单车推回来修，那零件都是新的，都坏，我都看见了。零件啊，是他提前买的。不可能。现在谁信？这社会有这样的人呢？啊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你行了，别，你说你说这还有什么？你闭嘴！我爸年轻时候就修车，岁数大了他闲不住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都甭说了。你看这院里这么些个车，是不是？这俩小伙子一说我是怎么偷车修车，都让他们给套出来了。
别说他们了，我都觉得我现在像个偷车的。爸，我跟您说什么来着？这车不能往家推，再说它坏了也轮不着您修啊。轮不着我修，我着急。那你们看的都是什么小黄车、小蓝车、小绿车，那我看那就是我的孩子，这还不让修了。不让修没事，我给你们俩道歉，大爷给你们鞠躬。不是，不是，大爷，以后不修了，这事不管了，看见不管了。行了吧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急了，我不修了。不是，我怕吃窝头，我不修了。能修，能修。现在咱沈阳好多地方都有人家官方那个维修的点儿，工具呀、零件啥的都是人家带，一分钱不花。是吗？您想干，您上那志愿去不完了吗？他说这点儿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爸。但是我看您岁数大呀，就没跟您说，不想让您去。是，误会了。你这不说，那我成贼了，对不对？那小伙子好啊，你领我去那点儿瞅瞅去。行了，要是说行啊，我上那儿义务修车，我当志愿者。行完了吗？行了，我俩给你道歉了。走走，那点儿在哪儿？在这儿那边吧，咱瞧瞧去。走吧，瞅瞅去。